2019香港小姐竞选十五强候选佳丽呢日分别换咗个新造型同大家见面。大热佳丽王嘉文就大方认恋外籍男友，仲俾人影到俾男友摸大髀添，怕唔怕会影响比赛啊？其实唔担心嘅，系啊，绝对冇呢件事，一定系角度问题。系大家睇翻片就知道，绝对冇摸过嘅系。其实拍拖好正常嘅，系咯，所以而家都成年人嚟噶嘛，系咯。而另一位大熱佳麗楊慧敏亦都公開承認有男朋友喎。唔擔心喎，咁我都25歲啦，拍拖好正常啫，係咯。佢好支持啊，係，佢都有係咁 send WhatsApp 俾我，叫你加油啊，係支持我咯。入圍十五強男友應該都好戥你高興啦。佢都幾興奮嘅，佢係啊，佢好開心，佢覺得係咯，我好叻。